老太太她都绑。普里尔说德是个好地方，可以造东西打架大吃一顿。我50点魔抗，我看你怎么打我。我靠，这魔抗有点高啊，50点。我们等一下泰坦啊。全军出击。没人儿啊。人哪去了？去俺们家了。回上路。主播为什么不出装备？350块钱攒利息，每回合多35块钱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不会吧？啊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他没打蓝，说明他要么在我们家蓝，要么在我们家红，真恶心。上来打我个闪，真是恶心呐。哎，你打完红你不从下面走，你从上面走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正中下怀。扣一下吐息团平 A 平 A 扣，基本上就不可能再找起来了。扣一下那边体力吐息短儿，接个平 A， 给我闪架，自作自受。吐息，扣一下。平 A。抽一下吐息套点盐起立平 A 平 A 哎，人类也做过一些好事，比如啤酒，黑啤酒。打个日炎，抠一下，吐，端，抠一下，平 A， 电刑，抠一下，不行了，撤，他血太多了。我们有点要无敌了呀。啊，要问我更喜欢什么工具，未免太幼稚了，但我的锤子是我最喜欢的。为什么一个大锤一个小锤呢？
插个眼儿。打个魔抗。哎我操，减速土锤回来，羊来羊走，东西都是融化的最好，抠一下走呗，巧克力蛋糕，哦痛，他生了，假装走了啊，其实不言，在这插个针眼勾引他，打个小护甲，他现在抠我们，一抠我们就死，知道吗？这边直接勾引他，好，他没蓝了，这是诱饵，打掉了，我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这样就会少一些无意的伤亡。这多少钱？950。抠一下。有没有屎吃？我就吃口屎。我吃多一点，你吃少一点，没问题吧？毕竟这是我打的。先来个冰拳，抽一下，羊来起立，大家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啊。谁到了？刚才那E咋没把那个柱子给顶断了呢？刚才我想来一波，就是，哎呀，刚才我想给他来一波，就是一波三连鱼，那个那叫什么？三连易碎，没玩好。那大虫子主要跑了。那不跑还行，跑了。正在发生。抠一下，把土，刷，抠。抠一下，起立，五，短，抠一下，羊来，
杨过点岩土一走，为什么我的杨来永远打不到人呢？我只有杨过的时候才可以打到人。先来个水银海，抠一下。五端再抠，一会儿要抠我了啊，小心点，想抠我那不可能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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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抠一下。起立，吐息，团儿，抠一下，让他砸死。抠一下，一走，吐息。抠一下，想直接抠我那不可能啊。羊来羊走，短抠一下，平的升级，没蓝了。来，顶住着，打不着，哎，抠一下，哎呀，这巨魔，巨魔已经疯了，巨魔，看到吗？巨魔疯狂了，我给他来个紫炎之力。上野决裂了，大虫子不玩了。空调那一层，我不记得了。昨天关了。打个魔抗。多兰的记忆都是我教的。羊来，羊走，起立，吐息，短点烟抠一下，平飞丝。打个眼儿，抠一下，
伏羲起立。抠一下。五。爽。抠一下。完了。闪现一走就是开一下给我口了。谢谢鱼子们板块的电音小子。卖炸了，这个电音小子就是容易炸卖。老龙族加油兄弟们。来个紫炎之力。还是没补着。技能还没撇着我们呢，我来他两个小布甲。我要再买一个。大蛤呢？这怎么还在这打小龙上了呢？还困在了一起。羊来羊走，我只能给你这点支持了，兄弟。先来个蓝盾。抠一下。哎，起立！平 A 图，套点盐平 A， 平 A 接个扣。这没啥用啊，你给我起来扣一下平 A 土端平 A 扣一下平 A 100块钱土扣一下起立扣土端大虫子还玩 AP 的呢，给谁打一个呢？给小绿人打一个，打上没呀？这打上了，抽一下羊来。羊走土端 Q， 这波连招有问题啊！
把你肚子给你撞了。这波连招有问题，没连好，少了一波易碎。好勾，那也打不死人呢，这抠一下土，我一走起飞可以吃口屎，抠打不溜端，要杀我起立抠一下土，走位端端走位抠闪现，一走羊来羊走QW 点端儿，来死！回家了。我们已经又到无敌了。能不能给个红 buff， 好兄弟，算了，既然你要就给你吧，给个蓝 buff 总行了吧。这个世界很有潜力，需要好好敲打一番。蓝 buff 也没有，咦，羊来羊走抠一下，蓝盾减速吐息晃过来当平 A 抠一下，平 A 折磨他，奥恩要是能在外面还能卖装备就好了，我把这多兰顿卖了。这都不 MVP， 我属实是有点受不了。